看完不笑，我去你家擦厕所。你叫小明吗？哎，欢迎入职，我姓王，是王八蛋的王吗？啊，我带你去你的位置。不用不用，公司就屁大点地方，你告诉我坐在哪就可以了。那你就坐那。哎，哎，我说哥们儿，哎，真牛，刚来公司就跟主管这么说话，还说公司垃圾。你是不是也觉得公司垃圾？我没怎么说。你看你声音都变小了，肯定是。哎呦我的妈！阿姨，你笑什么呀？叫谁阿姨呢？叫你啊！你看你脸上粉都掉了。谁掉粉了？你才掉粉，全家都掉粉了。阿姨脾气真大，这更年期了。老板好，老板好。笑啥呀？老板，老板。哟，这就是新入职的员工是吧？啊，这小伙子长得，真是一眼的，不是那个一表人才是吧？没有老板，我很矬的。哎呦，老板您才是一表人才。别逗了，他比我还矬。不信是不是？他比我矮，你信不信？你比一下。哎，他绝对比我矮。他到我这儿，最多冲一下到。老板，你咳嗽是不是身体也不行啊？你吧，拿着你的包，滚！哎呦，每份工作都看不到一天就把我开除了，太难了。谢谢啊，没想到你长得这么丑，心地却挺善良的。